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玩《萨尔达传说：旷野之息》中文版。我是魏维，连续两天我们解了这个面具的这个迷你任务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解主剧情的挑战。那我们想要继续解英杰的叙事诗，那我就把这个主剧情挑战这个英杰门的诗篇这边再按一下，这样我的地图就会有这些亮光这些四个地点。就四个音节叙事诗，那我先选的是咪法，那咪法这边要到这个地方才会开始这个音节门的诗篇这个挑战。那我现在已经人在这边了，那我就出发喽。我把这边放一个大头针，这样我大概比较等一下比较知道方向是哪里，我们就往红色这个地方走。那边有个法师我就不打算理他了。我今天是要去解这个英杰的叙事诗。大概在前方。这边我就打算用这个飞行的能力飞过去。这边有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。宝箱，这样你就会到这个地方，你会看到卡西瓦出现了，然后跟这个很奇怪的标志，在这个发光的这一点上面。那我们就过去喽。
我们开始英杰米法之诗啊。那在这个建筑这边啊，有几张图片，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这个，还有一个是这个，这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任务。这样你可以开你的照相机把这个照起来，这样可以拉近一点，像这样，你可以发现这个地方啊，应该是在卓拉领地的这个右边啊，东方，就是我们在打这个雷兽山那个地方。那这个呢，是在卓拉领地的西方西北方。那这个呢，是在地图的东边，有三个小岛这个地方。我们要去这三个地方解三个神庙。那因为现在天气还不错哦，所以我打算先去这个地方，这个好了，我打算先去这个地方。这地方是卓拉领地的这个西北方，大概在这边。这个卓拉台地这边，那我们把我们自己传送到这个地方，然后然后一路到这个卓拉台地这边。继续解关之前呢，我们先来换装，来换成这个卓拉铠甲、卓拉头盔。这样等一下我们如果碰到瀑布的话，就可以乘瀑布啊飞上去，爬高一点的地方。左边飞下去，我来建一个水柱在这边。我去飞到这边，再建一个水柱，一路往瀑布那边前进。我们想要去的地方哦，是这个卓拉台地哦，这边，这是我们第一个挑战，在卓拉领地的西北方，或者是北方吧，北方，在这边，这边有一些守护者啊、哦，这样我们跟他讲话。水要恩怨放水流就对了。我们也可以跟他讲话。那我们就来去击退这个
守护者哦，这样子。那如果你看你的这个冒险笔记的话，这边有多出一个英杰米法之师，那有三个挑战，那中间这个就是击退古代傀儡兵，就是击败守护者的意思，这样出发咯。那因为现在已经不用乘着瀑布哦向上，所以我来换装一下，我来换成我也不知道，我来换成这个好像看起来比较凶一点。出发了。好的，这边有很多守护者，这样子。有三个飞行守护者，有一个是炮台哦，这样子。我打算用古代剑来射他们，所以我准备好我的古代弓，准备好我的古代剑，然后我来准备我的古代盾，万一他向我发雷射的时候，我就用古代盾把他盾反过去。好，那我出发咯。就不用担心哦，他如果要射你的话哦，去射他。我还不知道谁射谁耶，基本上就是给他一箭就好了，这个也是一样哦。他没有在没有要打你的时候，你就先给他一个一般的箭哦，因为你不要浪费你的古代箭，如果你随便射的话，他没有办法一次就射死，你要射他的眼睛才能一次射死，可是他又没有办法把眼睛对准你哦，所以你可能会用先用一般的箭射他，这样，哎呦看我啦，然后你再用这个古代箭射他。他有点低哦，这样我再射他一箭，这样终于成功了，这样先用一箭哦吸引他的注意，然后再射他，这样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射对面那一个。出发！我这边有个是刚才那个炮台的这个残骸，那我就过去这边，我还是一样用刚才的方法，先射一般的箭。他注意以后，我们再射这个箭。射他的眼睛，就不会浪费你的古代箭。那最后我们来射那个另外这个守护者，出发喽！这个还有古代核心呢，拿一下。来喽，先用一般箭。然后射你的时候，你再用古代箭。这样很轻松就把它解决了。Thank you.
我们第一个挑战就完成了，用古代剑比较好解决这些飞行守护者。这关卡叫知识之柱，这样有个很大的球，然后你看到那边有个洞，结果就是要把这个球放到这个洞里面去。我们就来试试看，可能又要水柱，之前也有碰过像这样的关卡，所以我来这边建一个水柱。可能要看情况调整一下，像这样应该就不行，它就不会动了，所以应该要往旁边建一点。在这边再一个，嘿，在那边不会动了。我在这边再建一个水柱，把它推走好了。这样，球就被弹上去，就到这个洞里面去。这样我们就过了这个神庙，蛮简单的。那我们进去解这个神庙之前呢，我们可以在这边拿一个宝箱。大家不要错过哦，那应该是蛮简单，这边有水，所以我们只要建个水柱应该就 OK。 上面，旁边，我拿这个宝箱。里面有个巨大的古代核心，然后我们就要去解关了。好，这是今天的萨尔达传说。我们开始解这英杰米法之师，就像刚才这个导师说的，有三个通过证，我们现在收集到一个，那明天我们再去解其他的这个神庙，拿其他的考验通过证。我们明天见，拜。